Hello，我是 Lexie。italki Challenge 昨天已经正式开赛了，然后我这个礼拜定了有3节课，今天晚上有一节，明天早上有一节，然后礼拜六还有一节。但是事情进行的并不顺利，因为从昨天开始我就生病的非常厉害，就是非常的难受。但是我还是坚持决定把这些课给上完，因为我答应了要参加比赛，而且我真的非常想看一下，通过这20节课自己能够有多大的进步，所以大家一起，跟我一起努力吧，因为学语言就是不进则退，要多多练习，所以坚持就是胜利，大家加油。